妈妈，妈妈，哎，鸡来喽！走，穿鞋，快点哦！妈妈那订了食的哦。嗯。古时候有个人姓叶，啊，都叫叶公。叶公呢，常常跟别人说：“哇哦，我好喜欢龙啊！”他的屋子里、他的衣服上，所有的地方都有龙。哎，有人敲门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玩具。嗯，哇哦，新生日记第二季，诚邀各位一起用文字镜头记录下和宝宝一起的幸福时光，是用这个用奥斯莫这个东西来记录。你看，这是拍的妈妈，看见了吗？嗯，向宝宝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好不好？嗯，是书房吧。小宝贝，这是爸爸的书房哈。你看，平时爸爸就在这里练琴，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书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以后这些书你都可以看哦。你看，爸爸买了一本书，父亲重不重要？让科学告诉你。那这个妈妈看的书，0-6岁的育儿法，健康宝贝公开课，怎么管教孩子？就我们再给小宝宝介绍一个东西。